将改变。听好，我有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不能好好安置你的原因。三只手。败到于我的设计之下。我们打个禁夫。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为什么是咖里奥啊？哎呀，抠！拥抱进步吧！插眼抠炸！点相位猛冲接走位，点砸我是不是？抠！哎，我不补，我看你补不补？你不补拉倒。这英雄有远程补刀技能，不好杀。分析路径中。滋啦。抠炸炸点滋啦点，抠炸，吃个药，滋啦人加小兵，抠定炸点。点滋啦吃药，哎呀我的炮车，滋啦，行吧，回家了。那王八别补炮车呀，维克托炮车贵着呢，维克托。维克托炮车可贵了。马赫全开。一波抓爆俩上单，滋啦！先插个眼儿，抠，炸定，滋啦！抠炸。滋啦人加兵接扣点，哎，好痛啊！还好尬聊把那个啥用了，把闪现用了第一波，要不然王八就死了。哎，王八还是死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支援去了。
算了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要回来，那我再补一波吧。炸回家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，蓝不够用。我是第一个现身的。维克托核心怎么升级？维克托想升级的话，就跟那些什么 VIP 之类的呀，这，你看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你想有个 QQ 会员，那你就得续费，对吧？那你就得花钱。现在办一张卡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直播间跟这个维克托有联动啊，只要办了卡的兄弟用维克托来补刀，就可以免费升级核心，一把补100个兵升级一个。嗯，否则是没有的啊。滋啦 ！Q 炸，点滋啦，好肉啊！马上我就能升 E 了，我给你演示一遍啊，看到吗？哎。谢谢公子525，你有破解版的，盗版的我跟你说啊，盗版的可不行啊，犯盗版犯法，我给你抓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滋啦闪现 Q 炸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虚区不够。这咋还不回家呢？炮车没补着，这咋这么不害怕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当我一点虚区也没有啊？这也太幼了，这抠都没抠死啊！哎呦我操！太幼了呀，有点幼啊。余震了，先定他好了，应该先定他的。他这个 W 的范围有点远，我是知道我倔塔他一定会E我，所以我们直接往后拉，先让他直接E我，然后E空完事以后，我先有一个E接个 Q， 直接把他秒了。即使他嘲讽我，可能他也得死。这个余震的虚区我没有算进去，狗屎运。咋的呀？这啥意思啊？这
你要干啥呀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人，你带个破鱼阵，你要杀我兄弟？你这真是有点瞧不起人了。这玩法不来，你能打过我呀？车别补啊，车是我们五成。寒冰总不能射我一箭吧？行，我支援一波，1250正好够回家了。我们炉灯了，你感觉要面具这把好多肉肉，肉不肉的咱也得炉灯。那维克托就得跑得快，跑得不快怎么封成人？很快一切都将改变。滋啦！我眼白了，再插个眼，他们家阿木木大爷，滋啦！滋啦！抠炸，滋啦，抠炸，滋啦！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你这波还敢不回家？你再给我不回家，也给我看看，你给我出来来！再不回家，翅膀给你折了。Q 塔可以打三次，有啥用啊？看着好看啊！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哎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是你个车。我们来折磨一波碗猴。滋啦 Q 炸，定给大，套点盐，平 A， 平 A 升级 A。Q 滋拉接炸，两层啊，四层。上路收兵。
收了他一下吧。好，回家，再把我们出水银之血，控制有点多，我们来个水银还。我马上要下来打团战了。好闪啊咖喱哦。我马上到。我的美甲窃魂卷要来到了兄弟们。抠资拉接炸接定点。抠炸滋拉给大抠，我的妈呀，这寒冰只有我们存活了下来，吃鸡了兄弟们，吃鸡吃鸡，大吉大利。滋拉抠，这是闪现要做什么？他尴尬了。抽炸，打个红。OK， 打个红 buff， 抠炸滋拉定，抠炸滋拉点，这小光头真敢舔，滋拉。点红 buff， 致命点炎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抠，炸，寒冰是吧？寒冰不行就给大，能不能先把塔拔了？给大。滋啦，不行，打不着。拆塔吧，溜了，定，不打了啊！你们乐意打打去吧，我指定不打了。谁回头谁就是傻子，我们指定不回头啊！我指定不去，你们乐意去去吧。还好我们没回头，要不然美甲窃魂卷就没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还好我们没回头，啊，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。赶紧回家去打蓝去。挂机呀？挂啥机呀？家里不有一个吗？各凭本事呗。只不过那蓝 buff 给我，我还能战斗战斗。他要不给我就没法战斗了。
小光头是吧？滋啦 Q 炸定点点 Q 炸滋啦，挺右我给的，给我电的，怎么跑那么慢啊？那混乱风暴。跑得好慢啊，滋啦，滋啦 Q 炸，这什么意思？滋啦 Q 炸，滋啦，闪现 Q 点炎炸，滋啦，快跑快跑，潘森来了，快跑快跑，潘森，潘森可老吓人了啊，潘森。美甲窃魂卷已经22了。上路拆一个二塔，有没有红 buff？ 你这你都有了，你也不给我，家里头那不刚拿的吗？真可恶，真是个可恶的人。滋啦Q 定炸，给大快跑 ！Q 炸滋啦，想爆我那不可能！滋啦 Q 炸定，拿下了。我好怀念以前出右装的维克托呀！哎，维克托如果出神圣分离者怎么样？主 Q 出分离者。